关键就是放样，放样就是说那个船身、船的流水线、起水量都要注意，要这个船在水里走势好，就跟那个大船是一样的。如果是做的不像，别人一看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，就是要知道的都一看，哎，这是龙舟。 我师傅，这个再搞多点，倒鼓上。马划船的长板上。我是鼓手，一般的鼓手，教练嘛。这一船人坐上去以后，每个人能听你的话吧？可以这么说。喇叭少的，后头当哨。啊？ 没微信，别人不相信，别人不会相信的，就是十条船、八条船，哪一个最厉害的，别人船上怕。起桨，起桨，手持水板起来，上桨，高位，倒杆，一二三，走。啊！上！上！上！ 吹龙皮，那个龙，它背上有皮吧，把那个皮吹疼了，它就拼命朝前跑。小妹妹儿，我坐船头，哥哥你在岸上走，我俩的情，我俩的爱。行了行了，好好好。 差三个人，我船上还差三个人，这个不是随便，比方说我常期划右手，现在让我划左手也可以划，但没劲儿。别人，别人。
给我们的亲人，也是最光荣。